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到咗2014，咁咧今年咧除咗系继续拍 YouTube 1, 2, 3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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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, 2,
拜拜。又到咗2014年最后一条片啦，系最后一条片啦。咁当然啦，最后一条片嘅咁，梗系做翻一个简单嘅大事回顾啦。首先咧，想讲嘅一样嘢咧，就系真系要衷心多谢大家有订阅我 YouTube channel 嘅朋友啦。因为咧，好记得咧，上年拍大事回顾嘅时候咧，大概系接近有4000个 subscribe 啦。但系事隔一年之后咧，已经系接近系差唔多40000人去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所以衷心多谢大家嘅支持。咁当然啦，梗系要继续去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我有一条关于梦想嘅片啦？咁当中咧有一位朋友咧就留言俾我咧，就提议我去开一间online shop 啦，咁咧就可以尝试去接下订单，去做下蛋糕啊，或者系曲奇饼咁样嘅，咁可以攞下啲反应啦，又或者啲口碑啊。其实咧，我系今年咧已经咧系尝试，已经系做紧噶啦，即系有一间 online shop 喺度去接订单，去做蛋糕啊，或者做曲奇饼嘅。不过咧就冇乜人知咧。咁咧其实依家可以话俾大家知啦，我今年咧系已经系尝试紧去做紧 online shop 噶啦。咁如果想知道我间 online shop 嘅详情，或者有啲咩病啊，不妨喺下面 info box 嗰度睇翻啦，会 po 翻条 link 出嚟嘅。咁其实今年都好开心啦，都除咗拍片之外，都参与到 YouTube 几个 function， 好似系一个关于打机嘅 function 啦，另外一个就关于啲化妆或者 beauty 嘅 function 啦。咁另外亦都有参与到 Sony 同 YouTube 合办嘅一个关于梦想嘅 function 啦。咁喺呢啲活动上面咧，其实都认识到唔同本地嘅 YouTuber 啦，都非常之开心啦。即系除咗可以透过影片去了解佢哋之外咧，其实都可以见到佢哋嘅真人啦，非常之开心。希望出年2015年YouTube 有更多嘅活动可以俾我哋嘅 YouTuber 去参与啦。咁咧嚟紧2015年到底会有啲咩做呢？咁就當然啦，會繼續拍呢個嘅 My My Cooking 啦，另外就會繼續會開始會拍多啲 vlog 啦，係啦，咁因為大家都有興趣。另外關於米咁懶咧，其實都會繼續拍嘅，咁就不過可能會
真係要有時間先可以繼續拍啦。這個就咁啊，亦都喺度話個好消息俾大家知啦。咁咧，除咗我係 online shop 可以訂蛋糕或者訂餅之外咧，其實咧2015年咧，我終於揾到一個地方咧，可以係寄賣到我啲曲奇餅啦。咁可以大家去嘗試一下啦。咁啊，詳情咧就真係要記得要留意我嘅 Facebook page 啊。咁因為我大概應該1月頭咧就會公布關於呢一件事噶。咁啊，2014年嘅少少總結咧就係咁多啦。真係喺度衷心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啦，一路以嚟嘅收睇啦。咁啊，真係如果咧未訂閱我嘅 channel 咧，快啲去撳訂閱掣啦！咁如果覺得我啲片真係唔錯嘅，真係好好睇嘅，不妨去分享俾你啲朋友睇，叫你啲朋友去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！咁啊，係啦，我哋2015年再見啦，拜拜！